是一个律师，我要讲信用。王雅杰，我儿子没杀人，人是我杀的。朱茵，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王姬，你知道我向来做事的原则就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刘晓庆，女强人叱咤风云的商场征战，红玫瑰黑玫瑰，未来娱乐台近期播映。